说到东京，你会想到哪些景点呢？是全球最知名的东京迪士尼乐园，是日本最高的建筑物晴空塔，还是最受欢迎的浅草寺？身为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人，为了学术研究，接下来东京的目标当然是……都是记者吗？你是有你的手臂吗？说，嗯，没错，秋叶原。从我10岁入宅开始，秋叶原一直是我向往的圣地。我小时候幻想中的秋叶原，充满着各种不同的 cosplay， 四处都找得到跳动万舞的人，还可以发一个讯息就穿越时空。但实际上的秋叶原却比我想象中的正常很多，除了有一堆动漫周边、精美的手办和娃娃、游到滑倒的地板以外，还有跟台湾娃娃机一样坑的游乐场。一踏进秋叶原，很多女仆在街上发传单招客，他们当中有穿女仆装的，穿中华旗袍的，穿魔法式服装的，还有穿警察制服的。哎，等等，这是真的警察，而且还贴着禁止招客的警语，这下子完蛋了，逃啊，老婆们，快点逃啊！小米青蛙，你兄弟的手臂吗？先干。哎，结果女仆们就这样无视在旁边广播的警察，继续发着传单。等等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通知你来就不？后来我们去了一间事先预约好的女仆咖啡厅。哇，日本的女仆咖啡厅啊，听说他们全都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不知道女仆会不会很热情呢？おかえりなさい。何名様ですか？あの、we have reservation。予約ですね。はい、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什么啊，遇到不会讲日文的客人就紧张脸红、手忙脚乱的，这样的女仆真的是好可爱啊。有另外一位女仆带我们进场以后，她就跪下来跟我们讲解咖啡厅的故事。There once was a stray cat。原来他们本来是一群野猫，因为被人类温柔对待过后，为了报恩，就向天神许愿，变身成人类的样貌，用舞蹈和美食回馈人类。私も猫が大好きです。第一次看见这么可爱的日本女仆，我忍不住偷偷的跟她告白。果不其然，她很高兴的。見て、おそろいです。等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女仆咖啡厅的餐点不多，主要是蛋包饭、巴菲或是气泡饮等等，毕竟主菜是女仆。在看餐牌的时候，突然有女仆过来派发荧光棒。诶，またご注文。啊，これはそちらのご主人様からです。原来有男客人为了他喜欢的女仆，不光点了他专属的表演套餐，还送全场客人一支荧光棒，让大家一起打 call。 什么？居然在挑衅我？表演餐也就是女仆咖啡厅最贵的套餐，除了女仆会为你表演一首跳唱歌曲以外，还会送你新鲜的派利德。点这个套餐就代表了对女仆最深的爱，还有最深的口袋。为什么我会知道？因为我四年前也在女仆咖啡厅打工过。既然他都这么做了，我也不能输。我的心魔来不及都给好戏，人家好心送礼物，你这叫什么劲啦？いけませんよ。ご主人様、こちらで私たちの呼びたい時は、ニャンニャン、と呼びてくださいね。本来以为只是在开玩笑，结果他们就像真的猫咪一样，完全不理你。好吧，既然全场都只有我带猫儿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收拾的呢？于是我鼓起人生最大的勇气。ニャンニャン、我的心魔、ライブセットが欲しい。没想到这个行为就像打开了猫咪罐罐一样，店内突然一阵轰动，全场的女仆都跑到我的桌子前跪下，然后齐声说：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虽然好像失去了什么，但现在对我太幸福了，我要再加点一份表演餐。你冷静一点啊，玉船仔。不久后，女仆把蛋包饭送过来了，而蛋包饭的重点是女仆会用番茄酱在上面画图。チャーリー大好き、 OK ですか？猫は人間と恋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よ。可恶，把自己设定成猫咪太聪明了。请女仆画完图案之后就开始施展魔法。然后我的餐点从普通的蛋包饭变成了有三色豆的蛋包饭。哦，猫咪果然是稀缺的生物。吃完饭后，突然全场的灯都暗了起来，原来是女仆准备开始表演了。整个咖啡厅的氛围就像真的演唱会一样，然后女仆就跳起舞来。不太会打 call 的我，就像病人一样挥动着荧光棒，结果看见旁边的客人们都超用心在打 call， 相较之下，我就像太古达人里面一直 miss 的新手一样，完全就不上他们的拍子。不过看见女仆们都充满活力的表演，客人们也热情的回应着，从他们的笑容来看，感受到他们是真心喜欢着表演。我好像也开始理解为什么女仆咖啡厅能带给人好心情了。さあ、取りますよ。3、2、1。这趟东京之旅，我有4天都来秋叶原，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也满足了我儿时的心愿。但要说唯一的遗憾就是，哇，这个兔兵也太赞了吧！可是也太贵了吧！
东京的消费比想象中的还要贵，很多想要的 figure 都不够钱带回家，让我下定决心又更努力赚钱，下一次来秋叶原扫货。好啦，走吧，你又不是有钱人。至于怎么赚钱，也许再去女仆咖啡厅打工，开玩笑的，哈哈。